请人的补油门，因为它刚一直收油在下降。放一点点，下次放低这个15度，大家还会再放30度，到最后要落地着地之前会放到大概47度，会看到整片掉下来那样。而且它放下来之后，你会觉得飞机摇得比较厉害，放起落架，咕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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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贵宾，我们即将准备降落，切实系好你的安全带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ready for landing. Please make sure that it's securely fastened.翅膀最旁边那边有一片摇了摇，上下一直跑，有没有？那就是它是在控制方向盘呢，驾驶盘。它动作很大，外面风很大，是不是？动作好大，我靠！动作很大。跳了一下。
珍珠板整个打开了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在请系安全带的指示灯没有熄灭以前，不要解开安全带离开座位，并请在机门开启后才可以开启行动电话或电子用品的电源。同时在打开座椅上方的行李柜时，请特别留意，以免行李滑落下来。马来西亚政府请各位了解，持有非法药物严重违反当地的法律，将可能处以死刑。感谢您搭乘天鹅联盟成员中华航空与达美航空共用3号班机，希望快能再度为您服务。